旅长好，小撒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修修，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其实和旅长非常的相像，也是两栖作战项目。哦，那你是有水上运动这样的吗？对，有的。那你是教练？这么明显吗？铁人三项。哎，是有可能水上运动项目，是不是？我是一名现代五项运动员。哎，现代五项是由击剑、游泳。击剑、游泳、马术和激光跑。激光跑、哦、对，我们的激光跑其实是由跑步和射击组合的一个项目。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和旅长你们海军陆战队队员的项目很像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海军陆战队队员退伍之后有没有兴趣来当我们的运动员呢？你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兵，挖我的干部。以我们战士的水平，我们去了都是当教练。我们现在好多退伍的都被特警招去，你比如说海上救生的，包括各个省市的特警，包括海外的押运的特殊岗位。你提的说能不能，我担心就是你这个五项，我这里面有没有适合你的人才。像我们运动员经常会出国比赛，我想知道旅长出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学习两句外语。我可以啊，我可能记不得很清楚。以前我只在表情包里见过挠头这两个字。我给你讲两句吧，你比如到俄罗斯的话，谢谢叫西巴西巴，然后再见叫西巴西巴，再见叫达斯维达利亚。达斯维达利亚，这个你好叫 That's we love， 就这样叫的。然后到泰国的，泰国人的问好，王亚兰你说一下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。而且我觉得军人啊，相互之间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比试，战场上见，所以最后都是拿成绩来交流。对对对。